欢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这是台湾的兵，演过星空庙的星。一两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一出天下定太平。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南无无量寿妙智胜王禅老祖。各位维新圣教世界和平促进会啊李监事代表啊，维新圣教中华民族联合祭祖总会李监事代表啊，当下维新圣教禅机山仙佛寺台北土城道场安静道场法师讲师及所有护坛义工同修，阿弥陀佛，阿弥陀佛。啊，今日今时辛丑年，恭祝阿弥陀佛佛诞，护国息灾，台湾平安，世界和平，九九大法会进入五十六坛。啊，也是我们这一个法会在云梦山八卦城王禅老祖殿共同举办的护国息灾天下一家亲大法会第四坛。而云梦山青山藏巍巍道气高，啊，云梦山在中国大陆啊，是太行山脉，也是很重要的风水宝地，是中国的中原宝地，在云梦山。天意，鬼谷先师王禅老祖啊，光降在中国大陆河北啊临漳县啊王家村之后啊，六岁观世音菩萨啊渡走了去修行啊，云游四海。因缘时机到了啊，就来到云梦山开始收徒，传授各种心法，尤其在云梦山传授了历史上的名人苏秦张仪、孙膑、庞涓，还有徐福，日本的开国祖师徐福真人啊，这都是天意的视线，由云梦山啊为灯塔。那么今天这个时代在台湾树立世界和平的灯塔，而在禅机山仙佛寺，而在这里养贤蓄才，证明义德高尚旗帜，天下太平。
啊，王禅老祖在空界光降台湾净土，檀基山仙佛寺这一块净土里，啊，带着我们修行，从民国71年的7月23日开启蓝天，成功之后，九大菩萨汇集在南天门，啊，玉皇大帝金阙座前有九大菩萨，是王禅老祖、台湾祖师、观世音菩萨、啊，地藏王菩萨、释迦佛、阿弥陀佛、啊，药师佛、神龙帝、啊，济公古佛、瑶池金母、啊，诸大菩萨、500罗汉尊者、72天师，都汇聚在南天门金阙座前，啊，故此表达世界和平的妙法。啊，王禅老祖的妙法，这是安心法门，以易经八卦为主轴，啊，所以王禅老祖的八卦尊严是安心的上圣心法，所以九大菩萨也都很慈悲的各自表示他们的心法，啊，王禅老祖所表示的心法就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啊，成就为天下太平、世界和平的灯塔和法宝。这是台湾的民，愿我心中妙的心。所以王禅老祖掌中所拿的就是八卦，八卦里面的含义不可思议，啊，有千变万化，智慧有24亿6400局的智慧，啊，不止只有84000法门，所以王禅老祖，啊，提出他的心法之后，九大菩萨都赞叹王禅老祖，啊，是世界和平的大神，天下太平的灯塔，那么相对也是人世间，啊，天人，啊，合一上圣心法。所以今天我们，啊，依照王禅老祖圣事，在禅机山仙佛寺
由世界和平促进会的会长圆融法师带领促进会的李监事代表香花钱香花园恭迎中华民族15615姓氏列祖列宗朱祖灵及中华民族5000年来改朝换代3762次大小战争王子军民怨灵及历史以来中华民族918位天主帝王总统朱建龄，日本124位天皇朱建龄，韩国202位天主帝王朱建龄，早有一切诸灵三界万灵众等，皆依宗教法仪招请进入坛城共修圣法。并由维新圣教幻变学院严嵩院长带领的幻变法师恭诵维新圣教33经这一些都是安心之道，安心之道这八卦真言之禅，在八卦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人力其中，万法生成。一化开天，再化辟地，万法生成。它前对乾坤，对离正巽坎艮坤，这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尊严即是它的组合成就了24亿6400局的智慧，相对人来世间上，将有24亿6400局的变化，所以人来世间上要走一趟人生，时时刻刻都在变化万千尤其我们的所做的各种思维决定计划非常的周详，但是变化随时在变，变化万千这即是娑婆世界的一切变化，这才是真正的道。所以太上道祖开示了一个真言：道可道，非常道；名可名，非常名。道不是永远不变的，时时在变。名可名，非常名。任何一件事情，你把它设定为什么名字，但是
随时也在变。随着区域习性各有不同啊，比如我们一个茶杯啊，一个茶杯呢，北京话叫茶杯啊，闽南话、台湾话叫做茶杯啊，那个英文 cup 啊，那日本语也是 cup， 客家话叫茶杯耶。延干法师对不对？茶杯耶，啊，这名可名啊，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要知一切万法，它的变化万千。那么我们从天上界来到世间，很多很多事情我们是没有办法去理解的，各随因缘。所以佛家开示了各随因缘啊，这即是世间，这即是道。所以今天我们这个法会深谈在台湾，因缘时机一到啊，转至云梦山八卦城，八卦城的负责工程建设，开始由圆道法师啊，现在圆道法师回到台湾来建设天一道场，啊，由圆下法师啊。来接任云梦山八卦城的法务法轮运转，我们的中心思想就是服务三界万灵啊，服务大陆的三祖儿女代表啊，一起修行。所以世间上的事情一直在变，那我们现在坛上所供应的列祖列宗诸祖灵，他们来世间上有多少次啊，我们不知道啊，也只有佛自己才知道。那么我来世间上来去就有28趟28次啊，这都是道，各随因缘，各随天命。那么今天我们由谭其山仙佛寺啊，新别寺土城安心道堂啊，转这个法轮，这个也是道。我们来到世间上要注意，今天是王侯将相，明天是贩夫走卒啊，这是因
阳的相对论、对待论、道的真禅奥义，所以才有王禅老祖掌中呢拿着八卦，这在告诉我们，唤醒我们。啊，是在提醒我们，提醒从天上界来到世间的三界万灵门，无论你现在有机会投胎为人，或是还没有机会投胎为人，能在空界中，那么道真水都一样的，所以才有先天八卦和后天八卦。先天八卦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后天八卦也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先天八卦是灵性的空性智慧，生命的真髓；后天八卦是生命的运转运行，啊，才有一个真言：阴从左边团团转，阳从右边转转通，若人识得阴阳诀，何愁大地不相逢。这即是道。所以我们理解了啊，这个法轮常转变化万千的时候，心就会安了啊。所以今天我们才为各位讲解安心之道，安心之道，八卦之禅。啊，八卦就是乾兑离震巽坎艮坤，这是先天卦，一卦开天，再卦辟地。啊，人立其中，万法生成。啊，这个法就有24亿4600集，这么多的变化万千，所以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点点滴滴 的事情，啊，烦恼的一大堆，解不开的随时都有，所以这个叫做烦恼证明菩提，烦恼证菩提。有烦恼才会找到烦恼的原因，而从找到烦恼原因去体会世间的道。啊，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啊，传道授业是以中华文化道统易经风水和宗教融为一炉啊，人类天上人间三界万灵名扬两界，他的思维理念才会一致啊，这即是八卦天心之禅啊，祝福各位。各位唯心贤士及各位十方善知识，
当下华会谈上列祖列宗诸祖灵双华界三界万灵众等阿弥陀佛，世间的恩怨情仇都有其原因，在佛家来讲就是有三毒贪嗔痴所发生的恩怨情仇，无论道家法家阴阳家都共同的理论就是三毒所引起的人世间的悲情悔恨贪欲等等的问题，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要很小心的生活啊，常常会遇到莫名其妙没有道理的烦恼太多了。所以王禅老祖道教慈航之后，台湾祖师赞叹王禅老祖在道教慈航的禅机曰：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为孤主，一出天下定太平。若有真圣，真正的圣人就为孤主，这是八卦真言，前对离阵，巽坎艮坤。而八卦真言啊，里面就是有阴阳的对待啊，为太极为开始，为中央为物极，然后八方八卦，八方的净土都有阴有阳啊，所以人世间在每一个时空都有阴有阳，有是有非，有来有往，有上有下啊，有三十六对的因缘法门。所以我们来到世间都会遇到很多不合理，而遇到很多不如意的事情。所以当你遇到不如意不合理的时候，你怎么办啊？所以王禅老祖教我们所有为僧弟子要念四句偈：阴阳日月最长生，可惜天理难分明，若有真圣鬼谷子，一出天下定太平啊，这即是开发我们内在的啊，太极天的智慧灵性哎，啊，因为王禅老祖是太极天天龙之祖，天龙教主，万圣之祖，所以王禅老祖的妙智慧、妙智圣，是我们唯心圣教大家修行的法则。所以我才极力的啊推动大家学易经八句真言啊，即是安心的法门。在佛家释迦牟尼佛佛教的安心真言这八正道，正确的见解，正确的思维，正确的说话，
正确的工作，正确的想念，正确的知命，啊，正确的智慧，到最后正确的禅定，啊，这个是佛家八句真言，八正道，是安心法门。那今天我们易经大学土城安心道场，有严干法师、严冲法师、严英法师共同转这个安心法门啊，所以我希望我们所有法师、讲师啊，以及所有前世同修，在家、在社会、在工作单位啊，在各种场合，我们都要时时记住啊八句真言，安心法门，要记住八正道的真言，尤其八卦真言，乾为天，是纯良的光明天，我们凡事都以光明的想念智慧啊，来作为修身养性、做人处事啊，你绝对会得到平安的，得到心安。对卦，对为泽，为口，我们讲话一定要小心啊，不实在的、不切实的话，绝对不能乱讲。不要像政治课啊，为了自己的欲望而、啊、乱讲话、摸黑他人，会犯因果的。啊，对卦，离卦就为火，光明。我们的思想、我们信心要像太阳，旭日东升，普照大地，将我们的智慧升华如太阳，来普照你身边、你的家庭，大大小小，你的工作单位啊，所以离为火。震卦，我们都有口，都有声音，啊，以内心的心灵说出的话语，给人生命的活力。啊，不要讲话来刻意去伤害他人，你所伤害的啊，都有你多生父母亲友的因缘，所以你乱讲话来伤害的啊，都是你的多生父母的因缘，所以要小心。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巽卦合月，人来到世间上是要以合月的来相处，要知恩、感恩和报恩。啊，坎卦，坎为水，要柔性，时时要做利他的。所以我们维新圣教易经大学的法门是利他的法门啊，凡是有心中大德有困难来请益请教的，我们要以 水之柔啊来协助他们，开出一条
正确的路和人生观，这即是菩萨道耶。艮卦社会上的冲突特别多，艮是一座山，我们要如如不动安静，就不会吃亏。世间上的冲突花样太多了，千奇百怪的冲突太多了，所以我们要学习能够像一座山，一座山就是阿罗汉。所以王禅老祖有五百罗汉，就地球有五百月的智者修行贤者啊，所以各位也都是贤者，要是修行时时学习阿罗汉啊的境界，安静无亏，安静的人你绝对不会吃亏的。啊，坤卦大地厚德载物，厚德载物呢啊，承受众生的一切苦厄啊，生老病死啊，这是坤卦的境界，厚德载物。所以整个乾兑离震巽坎艮坤八卦都是安心的法门呢。好，就今天我们土城安心道场回来当法空，一大早都回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啊，你们是在例行这个法轮常转，即是安心道场的上圣真实义啊。啊，所以希望各位同学们，我们要理解王禅老祖传授给我们的八卦真言啊，我们每一位同修身上都给你们带的啊，太极图的踪迹，这是物极中央物极图，世界和平的灯塔的象征者。所以我们来到世间上走一趟，确实不简单，你一定要妙法安心的法门啊，一定要牢牢记住啊！你记住八卦真言，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你绝对能够成佛回去，回归自己自性极乐净土，回归蓝天净土。你回到蓝天净土了，你要到任何一个天界都没有问题啊！你要回到蓝天，蓝天也有佛世界，东方也有东方佛世界，西方也有西方佛世界，北方也有北方佛世界，上方有上方佛世界，下方有下方佛世界，
八方有八方的佛世界，啊，这个都是我们重新为出发点。所以佛家开示了我们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即是佛的教义，名为佛教。佛教就是智慧的教义，叫做佛教。啊，道的教义，前对离正训坎耿坤的教义，这道教。啊，王禅老祖啊给我们的教义，是前对离正训坎耿坤的教义，八德贤士啊，这八卦真言的教义，要我们修口、修心和养灵啊，这三宝即是我们成圣、成贤、成佛的不二法门。在安心道场啊，你们的教义非常的充足圆满啊，有佛家的教义、道家的教义、儒家的教义。儒家就是忠孝仁爱、信义和平、八德贤士啊，这个八德贤士是人世间上圣的心法啊，与天上界、灵魂界啊同样的等同教育成圣成佛的教育。所以我们唯心贤士，我们在世间上功德圆满啊，回到天上界带回去的江山片土带不走，带走了这是八德贤士。你们现在已经到了忠心贤士、孝心贤士、人心贤士、爱心贤士，到最后平心贤士啊，你的这功德就圆满了啊。所以王禅老祖以各种的安心法门啊，都在安我们的心，安我们的妄念转为心安。心安了，你要回到哪里各自回去啊，记住回去的时候你一定要带着王禅老祖八德贤士的果位回到天上界。那么当下法会坛城啊，所恭请的15615姓氏列祖列宗诸祖灵及十万法界三界万灵啊，也都来到禅机山仙佛寺共修圣华啊，我们将以八德贤士的功德天啊，来回向供养十方诸天仙佛菩萨、三界万灵众等，大家同证天下一家亲的华喜呀！啊，有这个念头，这个思维，即是安心的上圣心法。安心才能心安，
心不安啊，你就没有办法成就回去。心不安就要安心，安心要有法，所以安心啊，在修行的路途上啊，安心的法门。八正道，第二啊，八卦心法，这些都是修成正果啊。这八德行事啊，以上合起来为三宝。所以，黄山老祖大慈大悲，自从民国71年开启蓝天，在玉帝座前九大菩萨，啊，现在也都在做。啊，黄山老祖啊，这妙智胜啊，亲传九大菩萨的心法，都是安心的上圣法门。明天开始，我会来为各位讲解九大菩萨的上圣心法，来安祖灵，安三界万灵，理念一致，同沾华义，啊，即是心安的上圣妙法。心不安，对不起神，对不起天，对不起列祖列宗，尤其更对不起自己的良心。所以我们要心安，那么当下唯心圣教的教义就唯心。所以希望各位唯心圣教一经大学啊的所有贤士同修，大家依法修行，依教奉行啊，必定能够心安啊，各自成佛回去吧。我们现在来回向，请合掌回向，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上报四重恩，下济三途苦，凡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同生极乐国。阿弥陀佛。